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具屋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三种不同的海绵宝宝奇趣蛋哦。先拆一个超大的海绵宝宝奇趣蛋好不好啊？里面有果汁软糖，包装上面有海绵宝宝和他的朋友们。这是谁呢？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，这是蟹老板、派大星，还有山迪。哇，海绵宝宝和他的朋友们好开心呀！里面有新款玩具，哇，好大一颗奇趣蛋，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好玩的，一定装了很多宝贝吧。背面呢也有海绵宝宝和他的朋友们，一张图案是一样的。好了，把这颗超大的海绵宝宝奇趣蛋打开吧。里面有一个飞机玩具，这是一个发条飞机，还有两包糖果果汁软糖，有一张贴纸。哦，贴纸被剪坏了，贴纸上面有小爱、多多、乐迪和酷飞。玩一玩这个发条飞机吧。螺旋桨转得好快呀，这是一个黄色的透明飞机，在闪闪发条。出发，呜，在闪闪发条，这个飞机跑得好像不是很快。接下来再拆一颗第二种海绵宝宝奇趣蛋，上面有海绵宝宝，背面也有海绵宝宝，两张海绵宝宝的表情是不一样的，一个开心，一个好像有点调皮的表情。里面有 3D 动漫贴，有巧克力饼干，这是一个铁盒包装的奇趣蛋。先把侧面的贴纸打开，好，打开啦。这个包装里面装的是巧克力饼干。哦，不是巧克力饼干，只是小饼干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很好吃，很脆，很香。是一包巧克力酱加果奶味酱，哦，包装里面还有一个 3D 动漫贴，动漫贴上有派大星，派大星穿了一条很花的内裤，它的旁边有一个英文字母 U， 好开心的派大星。小朋友们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每天有更新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